二哥一个动作回一首歌。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北方的姑娘。哎，不动，南方哦，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。不是北方呢？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北方的姑娘。你怎么那么拧啊？我怎么拧了？不是，北方的村庄里住着一南方姑娘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问赵雷去。歌词这么写的，多新鲜呀！特别的猥琐啊！我给你唱唱。你唱。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。这不猥琐呀。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。那小孩你乐得有点过分了啊。我也确实没想到一个动作就能毁了一首歌。大哥，意不意外？意外。交流一下。快拔河踹门的时候腿疼吗？什么？拔河踹门的时候？对呀、啊，你跟老师拔河踏门的时候。我跟你说，当场当真的，我来拽的时候，为什么后来我坐下了？因为我发现他拽的时候，俩腿劈在那儿，难受，后来我就坐那儿了。